咱们有个好消息，还有个坏消息。先说说坏消息。坏消息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上次刚说到人矿，这人矿啊就枯竭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哦，好消息是咱们当年计划生育的长期目标终于达到了。求人得人，真以为龙家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自带个生育开关，想关就关，想开就开。都怪你们把龙家人玩坏了，我们闭关锁国的时候这开关可灵着呢。你们该不会又甩过我们殷家吧？1960年以来，龙家首次人口下降，你们这大国崛起杀伤力堪比大饥荒啊。你说说怎么搞的？当初放开生育的时候，不是说可以抑制住下降的趋势吗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下降趋势啊，比我们预测早了10年，全世界专家都傻眼了。这个时间点选的，赶在我们伟大复兴的前夜，这没有青壮年人口可不行啊，否则经济发展不起来，否则台湾收复不回来呀。哎，我还是太天真了，怪不得疫情复发您偷着乐呢，合着您不是怕人少，是怕该少的不少，不该少的少了呀。哼，算了，龙家人民有旗帜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，当初怎么把人口控制下去，我们现在就怎么把人口调整上去。这让不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，不想搞结扎这么行之有效啊。请领导指示。哼，还用指示吗？料想你们也就只会一刀切这一招。原先是不让任何医院诊所接生，把人逼成超生游击队，现在要是拒绝堕胎做绝育手术，干不上门暴力逼生，再把人逼成逃生游击队喽。口号都能再利用呀，原来是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，现在来个不造十个人宁死不进坟，原来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，现在是一人不生全村挨罚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回嘴了？好主意，快把这点子记小本本上，